Hello，大家好，你们的神阿面，首先在这里呢，感谢北京延庆大哥破费了，给我点了香喷喷荷包鸡一只，还有四个荷叶夹，鸡翅包饭，还有火山石烤肠，还有雪花啤酒，香辣干碟蘸料，感谢北京延庆大哥，大哥破费了。说实话，这个东西挺贵的。哇，先拆开看一下。哇，首先雪花，这个是鸡翅啊，哇，兄弟们，糊化，你们见过吗？太猛了吧！这个，哇，这个是火山石烤肠，这的话是那个饼，里面的话应该就是荷叶鸡了，这个香料，哇，哇，兄弟们，看一下。兄弟们，荷叶鸡呀，靠！哇，牛逼，大哥，大哥牛逼！先把这个料啊撒一点点。哇塞，哇塞，我觉得料先不撒太多，直接开吃。今天这个伙食真的太棒了，哎呀，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伙食了。先吃个鸡腿，哇，哇，嗯，荷叶味，香辣味儿，还有这个芝麻的香味，还有它这个本身的味道。太好吃了，哥。再看一下这个。这个是翅膀。怎么这么肥呀、啊、哇。啊、哦，这是那个啥，好像是鸡柳，鸡翅包饭，这个是鸡翅包饭，没吃过，真的第一次吃这个，哇塞，牛，哇、嗯，这个好吃。哇，这个是真好吃，这个感谢北京大哥，太好吃了。嗯，香，把这个酒开开开一下，敬我大哥一口，哇！哥，视频里面这个酒啊不宜多出，我就敬你一口。啊，感谢大哥。
兄弟们，强烈推荐啊，强烈推荐这个荷包鸡，太好吃了。你们想吃的话，你们可以点一个尝尝啊，非常的美味。哇，太饱了，强烈也推荐一下这个鸡翅包饭，嗯，非常的好吃。兄弟们，我先吃饭了，那本期视频呢就先拍到这里吧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